两位前辈哈。你看人沈晨啊，沈晨啊，你看人穿什么衫本事？老师，我穿这件衫，正人讲我肥的，还有套肥。老师说，我刚才在台下看你们讲话的时候，我很想和你借外套。啊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好像不懂，好像有 aircon 这样在有点风机。第一次终于感觉到你的那个外套很有用处。当然啦，对吧？哎，今天落雨天时啊，天时噶好，这边都靠过底上送了，加那 aircon 呢，另外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会记我去年来的时候，大家我够手举一拍，真的哦，是啊，你伫咧演，我惊你大家拢免演啦，大家拢去寒着，你看不？竟然披围巾穿外套啊！是，今天外面的天气有。啊，我不是问你八月尾，你是比到做第几强？第几强啊？好像是第八强。第八强，对，很快已经一年前的事了。一年前啊，啊，这样快一年了、啊。对，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好像在台湾了。哦，真的、啊，很快哦。哇，八强啊！哇，厉害嘞！我不厉害，十强而已嘛，十个人比一八强，我就把第二个都拢读起了，很快。考门是头一，你就读十强啊？应该在第一个十强第一个淘汰出来啊。麦慧姐，兄啊，今天不来，你别个来。没有来，好。啊，是啊，所以其实。可以打入电视台，对对对，都很厉害啦，对不对？二十强也是选出来的啊，二十强也是选出来的，对，是我跟你讲啦，没有关系啦，我们评判哦是各花入各眼啦，有些评判喜欢这种型的，有些评判喜欢那种型的。我跟你讲，去到大决赛的话，有两种，有一种人不能去，什么？因为注定是排。注定是第四名的，谁？就是我，就是北人袂使去，袂使比较。有影咩？大真的，最后六强上好是卖定掉了。啊，有影哈。对，我无骗你。哇，第四名。头一摆我第四名，第二摆歌台新力量第四名是啥物事？张清宇。啊对咯。哦。你也肥咩？白肥哦。都袂肥肥啦，你袂肥啦，你是憨妮尔啦。OK 啦，你说他身材没派料啦，没派料啦。对，那比起郑莹莹，哇，是肯定是别上。所以我没有到四强，可能是不够肥是吗？不够肥，不会啦，还有机会啦，你还大把青春，那能给侬补机会了，老了。我跟你讲，后摆各台新力量，怕死我不无去啊。不知道还会有第三季吗？你会去吗？我跟你讲，那是你们比的是八月是吗？对不对？在八月，我跟你讲哦，又看你红哇哦，好厉害！今年又看你红哇，一共李伟伦，我们想邀请你来跟歌台新力量八月。哦，对不起哈，八月我要唱国庆的，没有空啊。小小哎，你要是你有唱国庆的，有总统有叫邀请我去唱呢。没有，你要跟他讲，没有，我连除了唱国庆日之外，还有一个节日我也要去唱。什么节日？屠妖节。屠妖节好了，没有屠妖节我才出来啊！不，我不可以出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要在哪里？因为我是妖精嘛，会被杀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哎，这边我们的帅哥有点了一首八八强的也播用八八哦。啊，八八啊？有这首歌吗？我真的查不到嘞。我知道有妈妈的，妈妈啦，没有爸爸的，我们没有听过嘞。妈妈唱的也不懂是吧？爸爸啊，谁唱的？啊，你不知道我找不到嘞。爸爸唱的原谅我呀。哦，爸爸唱的也不懂。哦，原来妈妈要保重，爸爸也是要保重。懂啊，我听他点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还有一首《千里之外》，你会唱吗？不会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是这首吗？是这首吗？唱过啊。会唱吗？回想曲。哎，不会，后面是想起从前，哎，都没有听过，太奇怪了，肯定点不过了，我是不听过，很冷门的，比较流行。我们尽量啦，你们点的歌我们尽量唱哈，如果唱不到不要介意哈，没有关系，待会一个时间我跟朱莉莉唱嘛，对，但是呢，这些歌我们都不会唱，你不用等。回想曲是好像是老歌来的嘛。你要唱咩？啊？你要唱咩？不是，谁想起我等下唱？啊，对咯。寂寞我
所以这些歌啊、哦，我们两个四音都不会唱，所以哦，在点唱歌的人不用等。我的头壳你能够不要求。前天也星期一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哥哈叫我唱这个誓言，我不懂他今天也没有来哈、哦。那如果他没有来我这边我唱，他有来我再唱，好不好？来，继续我们的小慧第一首歌带来什么歌？带来一首《东山再起》。哇，来一首。人人死，人无死，你无唱；人无死，你无唱；人死，你才要来唱。真的是死了过后才学的嘞。啊，你这边唱吼，王雷跟人讲讲，你爱做评判，你变蠢了，你变什么东山再起啦？好啦，掌声非常好听的一首。